两个人结伴旅行啊，朋友们，我和大姐在这里生活了两天，今天我们终于准备出发了啊，继续往西藏方向走了。现在天气也热起来了，咱们一路出发去西藏凉快。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完毕，垃圾也收拾完了，大姐正在收拾东西，大姐正在做准备工作。大姐的车没油了，她加点油，加好没有啊？加好了，300块钱的油。300块钱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正式进入湖南了。大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前面再走20公里就进入湖南，咱们今天找一个好的地方露营。我就知道你喜欢那个张家界，对不对？出发。出发呀！你还想在这里玩一下吗？啊？我刚在里面来，我准备把那个菜拿到那个里面洗一下的。但是他的那个水管都在房子里面，不方便。哦，走吧。装了2吨水，那2吨水又是半的，装2水，加油加水。我们现在的地方是湖北和湖南交界之处，朋友们。啊、加油加水，全部搞定。全部搞定，那就好。那个菜也不用搞，上午没吃完的菜，热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我有青菜，我想吃就再搞呗。下午3:30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进入湖北到湖南的交界的第一个县城澧县。澧县曾经是一个大城市啊，在古代称为澧州，现在叫做澧县了啊。本来今天我是准备和大姐去吃个小碗菜的，上午炒的那个菜啊还没吃完，所以就不进县城了，怕也不好停车，咱们就直接进山了。往前面走就是湖南石门方向了啊，朋友们。上次我去过石门，石门还是蛮好玩的，里面的山比较多，比较凉快。预计2个小时之内到达石门，然后找个露营地。到湖南啦！啊，我看到牌子了，到了湖南的了。到湖南的一个第一个县城澧县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这边有小碗菜，湖南蒸菜都是很有名的哦。那我们那就直接出城了哟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出城了。你想吃可以吃啊。不吃了吧。走过了，你想吃又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吧。那你想吃就吃呗。我们有白菜，不吃，不消费了。有白菜就好了，自己做晚上。哎，就是我们车上也有菜吧，不过就那你想吃又没有了吧，小碗菜。我你想吃我就停下来陪你吃。你也想走，我们就前进。前进还有多远啊？走了，继续前进呐、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往前面走吧，往西藏方向。马上要进入大山了。哦，去西藏方向要进入大山了，好。慢慢走啊，别着急啊，快到了。大概再走2个小时，咱们就露营了，不走了，太热了。好的，2个小时就到了。2个小时我一定，2个小时到不了，我给你找一个露营地，好吗？让你洗澡、洗衣服、做饭吃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慢慢走吧。4:30，咱们终于到达了石门，现在是在石门的这个国道上，风景还是不错啊，前面就是大山了。这里的山还是蛮高的，我们去找一个露营地，今天就准备露营了，朋友们。下午4:30，朋友们，实在跑不动了啊，实在跑不动了，今天太累了，跑了200多公里。现在我们进入了湖南省石门市的这个范围，这里是一个停车场，属于一个陵园，一个陵园的停车场，
实在不想赶路了，明天再赶吧。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吧，因为肚子也饿了啊。今天早上吃的饭到现在还没吃饭。大姐就在这里了，害不害怕？我看了一下，窝窝之前有人在这里住过一晚，将就住了一晚就走了。旁边就是陵园的大门。这个停车场是非常大的，现在我们身处于石门的大山之中，看都是大山了。再往那边走啊，右边是更大的山，我们明天就要进入那个大山深处了啊。那个大山深处大姐最喜欢的，又安静。因为我和大姐都是向往清静之人了，所以我们向往大山的宁静和大山的风景，是不是大姐？决定在这了吗？就在这里了。对呀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好啊，我把车开过那边去吧。好吧，你在我旁边去吧，免得你晚上害怕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旁边有一个建筑，写的陵园。然后咱们过去离你近一点。好，离我近一点。你看你的晚上有什么动静的话可以叫我。我要离你近一点。好，过去过来。今天晚上的话很简单了，朋友们，直接把上午那个腊肉炒土豆热一下就好了啊。车里面还有不少的菜，冰箱里面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不错啊，旁边有个大货车。好，可以。煮饭我们俩在一起啊。煮饭我就随便一热就好了。你想在一起可以啊，抱过去啊，我很快的，三分钟就搞定。我推一点啊。那你就在这边今天。反正明天上午吃完饭就走了。煮饭在后面，你在那里，我在那里，怎么跟你说话呀？你还跟我说话了，尴尬了。对啊，尴尬了，他还要跟我说话，煮个饭，生怕我不在不见了。我要跟你说话呀，你远的怎么说话？你说。尴尬了，好吧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热饭了，肚子饿死了。那我先给你做。我不用做，直接把那个中午的热一下就好了。那你你把你的做一下。你在那边啊，我嘞。那你先到这里吧。这是中午早上没吃完的菜，这够我吃了啊。这个饭还有很多，直接热一下就 OK 了。开饭了，朋友们，看，很简单。客气，不是你说好饿了，不是我现在还才我才停车呀，你找这个急了不好搞。我先吃完这个，我再做饭吃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东西也收拾好了。这大姐这边，我那个乖乖，还没开始做，就做米饭，我那个剩饭我不敢吃。昨天的剩饭我懒得吃了，你吃的昨天的剩饭，不是啊，我吃的上午的剩饭。
我不是昨天的，昨天是昨天的剩饭，我倒掉了。哦。嗯，我重新做一点嘛。嗯。你那饭不够啊？我吃饱了。你少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你再不要搞剩下来了啊。我今天搞这么一点点。哦，那就好。搞一点点。晚上你吃豆腐炒肉哦。豆腐那个豆腐嘛，你，因为它放在上面呢，它不冰呢。嗯。它不冰，这都一点都不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边的天空好蓝啊，看，今天晚上我就和大姐在此地露营了。早上七点起床了，朋友们。我在等你，冰箱里面拿菜呀。这么早？对呀，你早啊！昨天这个车呼噜呼噜一夜，你能休息吗？昨天很好啊，这里。我就是怕你马路进来，你去怕你休息。我们常年骑行在这个马路边上，已经习惯了。太棒了！嗯。我拿菜吧，我们来煮回锅肉炒猪手。早上七点，朋友们，我们起床了。今天准备继续往大山里面进发，因为现在在大山里面，这个路上啊，没有饭店，也没有吃早餐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自己做一个饭，吃完之后准备出发。另外再炒个黄瓜。两个看样子今天要买菜。吃完早饭，东西也收拾完了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大姐找了棵大树乘凉，走喽，走喽。好，好，哎呀，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，你都收好了呀？嗯，收好了。好，谢谢。